喽，停一下好不好？我查一下。这不是身份证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叫什么名字也要想啊？李，木子李。本所员警日前执行交整勤务，发现一名男子驾驶普通重型机车转弯未打方向灯，且行车不稳，遂上前拦停予以盘查。盘查过程中发现男子谎报姓名及身份证字号，且不出示身份证件，员警察觉有异，唯恐民众另涉及其他刑事案件，而后民众欲以手机的社群网站来证明自己的身份。眼尖的员警发现该社群网站账号姓名与该名所述有出入，便以 M-Police 警用小电脑查询，发现男子竟是110年由新北地方检察署所发布之执照不能安全驾驶通缉犯，当场予以逮捕。警询后全案移送花莲地方检察署归案。